成为现代武学的标杆，他的名言：武术即自由。八五年代初期，最大震撼，龙战。他的名言：永远持巅峰状态，保持巅峰。巅峰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他的国是给那些爱人如己的朋友，所以你们要爱每一个人，而不是爱每一个人的妻子。你们要诚心的祷告，祈求那唯一的天父，这样撒旦才不会在你们身边出现。 不可以贪爱别人的钱财，因为那不是属于你的。不可说夸大的言语，也不可以做出使别人尴尬的行为，不可以。要抵挡这一切，只有成家。家是男人的堡垒，女人的宫殿，小孩的天堂。 所以不要像我，要像他们，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成家。OK。 陈君传，你是否真诚地在神面前应许，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爱他、尊重他、保护他，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？你可愿意？不愿意的才怪，我花了不少钱。 哥怎么好久没写信回来了？大概是越混越风光了。哈，哈，哈，哈！哎，要是再找不到工作，干脆到泰国去找大哥了。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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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你们参加武术大赛了？没兴趣。哼！龙战，这是程老爷子，行礼。 介绍程家编制内的成员：园丁、门房、司机、厨子、家教、女佣、采买、奶妈、书童、洗衣婆。大家好，我是警卫，古时候叫护院，黑道上叫保镖，白道上叫安全人员。多话，咱们家大规矩多，你要慢慢了解。最重要的要记着五查三点。
吃完了下午茶，还有三道点心啊？什么下午茶？这个药茶谁在传播谣言？哎，对，这个药茶谁在？你说，分化团体。对，这个药茶谁在这个损伤？哎，你说，名誉。哎，对，这个药茶谁？你说，破坏公物。哎，对，这个药茶谁？你说。 安通团契，哎呦，换奖金40万，支匪不怕判徒刑，这三点事：早点名、晚点名、紧急集合，随时点名，懂不懂？只有一点，什么叫安通团契啊？就是不准乱搞男女关系，尤其是程大小姐，你们见了她要什么呀？目无不送。哎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的房间在楼上，有事没事呢，哎，都不准上去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 情节公司，当然了，这个是例外啊。女孩子管太紧不好，翅膀硬了会飞的。啊，你懂个屁！你，香港有300万妇女，三下五除二，除了老的和小的，就是我们家阿月，实在是女。你敢保险？嗯，大胆。老爷，您别生气，她是个武人，粗人不是人。 通通没动，小姐在我们手里，想要她的命，港币500万，通通给我跪下！哎，我马上具体钱完。等一下，各位大爷，我陈元宝可不是陈龙元彪洪金宝啊，敲凯子也有商量嘛，哎，七折如何？混蛋！ 你说什么？七折？他要是我女儿，我付1000万。瞧瞧你们这群饭桶，有道是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平日拿成家的俸禄，战时温和成缩头王八。看门用的，晚点为什么不锁门？还有你，管家就只管下跪。哎，朋友，你没搞错吧？谁搞错了？你看看你们兄弟。 抢匪没个抢匪的样子，戴这个管闭室啊，进门谁没看过你们？说的也是，还有挺热的。现在什么时代了，抢劫还用这玩意儿？香港买不到枪啊。还有你，抢劫是激烈运动，居然还戴眼镜，万一被打到怎么办？你笑什么？笑要天时地利人和，平常老师没教过你，你不会笑了。 小姐，快坐下来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好了，还不赶快给我分开呀！哎呀，爹地，哎呀，好了，我懂得论功行赏。 咱们陈家从来没欠过谁，就这么说，破案奖金40万。哎，来来来来，算账算账。哎。
哎，一耳光扣5000，大逆犯上扣10万，家具损失扣18万8，哎，骂人算你2000整，摸刀小姐要你10万，一共是39万5000，还有5000，看上啊？哎呦喂，打你个耳光扣5000，了不相欠，再见。哎，那你不是要失业了吗？香港失业的人太多了，怕什么？又没饿死过人。哎，好。哎。赶紧，你不能不管了，他可是我救命恩人呢。哎呀，给他的他不要，没得管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投资捧我当女主角拍那部《乌龙过海》吗？嗯，他身手好，正好用他。有他在，我也安心啊。嗯，好，叫他回来吧。好。哎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不准打他主意。 May you help me? We are Chinese pie group. Just this, huh? 放开我！不错啊，胆子不小啊，不交保护费还敢动手打我的手下。说，唐龙呢？嗯？ 不说，我就把你的店给拆了。嗯，哎呦嘿，哎呀，好棒的肌肉啊！走路小心点啊！嗯，快说，谁是唐龙？我就是唐龙。阿龙，当心，他就知道强收保护费的人。<笑> 原来你就是唐龙啊，还挺俊的嘛。嗯，咦，喂，卡了，怎么样 ？OK， 好，哎，这段 OK， 替身上啊。替身呢？哎，替身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来来来来来导演，我的表情跟情绪怎么演？哦，哎，表情免了，镜头不带脸，情绪嘛，等着挨揍。摄影师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啊！ 哎，我烟嘴呢？哎，预备，摄影师怎么样？好了。哎，导演，小姐怎么了？这棉袄好热，我不要穿。不要穿？那怎么成呢？我看录影带《猛龙过江》，苗可秀就是穿棉袄的。我是照抄的。啊？不，我是说照的参考，所以为了我们这部《乌龙过海》啊，您就多忍耐忍耐吧。啊，哎，忍耐一点吧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没关系，我蹲着啊。 啊啊啊！哎，怎么样？OK，好。哎，正式拍了啊！现场不要吵，吵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不要吵啊！根本没人讲话，就他在讲。哎，别笑。嗯。嘿嘿嘿嘿嘿嘿嘿嗯。啊！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嗯，哟。 从我当下面钻过去，钻呢？哼！卡！嗯。哎，这我怎么钻呢？换替身，换替身。啊？哎，他妈的！你导演我导演，随便乱喊卡。哎，你第一次当导演，我就来帮忙，怎么玩真的？哎呀，大白，大庭广众之下总得让我维持场面嘛！啊，好。哎，副导，换替身。 宝贝儿，你有毛病是不是？ 机器在你屁股后面，你猛做什么戏啊？底片不要钱的，你以为老板是美国人？导演，我爹爹是香港人。哦，老板是香港人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龙战。我还叫凤干。换现场。哎，那台语不是叫红干吗？哎哎哎。
哎，导演，导演呢？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赶另外一个现场啊！哎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不是事先说好的吗？机器人，哎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给他拍几个特写啊！就这么大，留着备用啊！啊，谢谢谢谢，好好拍啊！咔咔咔咔咔，副导，你搞什么东西？我再三告诉你，不要让大牌累倒了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为什么不用替身啊？过来！ 来，过来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告诉你，你别介意，我这是摆场面给他看，等他酬劳压低了，你我都有好处啊。常务，话说到，还有其他一组？哎，大牌抽烟。嗯。大牌，您的啥？您的毛巾。哎。 先拍动作，哎，继续过来，摆那儿。现在拍戏啊，男人要露肉才能赚钱。副导，像他这身肉啊，要是不拿出来亮亮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好了没有？预备。 这边过来，这几个包从哪弄来的？这个人呢，笨得跟我的脚趾头一样。哎，你叫我怎么拍下去啊？哦，一个还要3000块。哎，导演，你放心，多的有你一份呢。好了好了，下次注意点啊。哦，哎，龙座，啊不，哎，龙堂。导演，我叫龙战。哎，啊，导演爱叫你什么就叫你什么的，一天五百，你碍眼不眼？是啊，要是我高兴啊。 我还叫你龙鞭呢，哎，来来来来，拍几个动作啊！哦，哎，啊，等下别装底片，片子照报，分你一半啊！啊，哎，嗯，好，哦，呀！ 要不是你老爸慧眼识英雄啊，我还当不上导演呢。哎，所以在制作费上你放心，我是该花的话不该花的我少花啊。哎哎哎，导演，哎，可是刚才制片说，你什么都要分一份呢？啊，导演，哎，要打那么多吗？你懂什么？打多选用，底片要花钱，难道我不知道啊？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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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哎哎哎哎哎，导演说了，你听到没有？去去去去的。哎哎哎哎，导演，嗯。 您别太过分了，当心我告诉我爹爹。听到没有？小姐说话了，以后不要随便乱欺负人，知道吧？哦，啊，那下面要拍什么啊？哎，你们看，我跳镜头是不是一流的？连副导演都不知道我下面要拍什么。我下面要拍我们女主角过来亲我们的英雄。哎，你站这干什么？这个镜头不用替身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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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 这是你今天的工钱，照行规啊，我抽2成，你是知道的。好了，没你的事了，可以收工了。哎哎哎，各位各位，各位各位，这个镜头呢，我先试一遍啊。哎，来来来来。啊！ 哎，导演呢？导演，哎，这个镜头，哎，我剧本上没有的。那是小姐林叔家的了，摄影师说 NG 了，还要再来一个呢。哎，不不不不不 ，OK 了，不 好， 观众会原谅的。居然敢泡上我的女儿，调差，反正我关系戏也大吧，给我盯着。是。
一定要见陈老爷子吗？什么陈老爷子啊？他是我爸爸，你不见他，难道要我私奔啊？哎哎，别跑别跑啊！啊！我在这儿。哎哎哎哎！小老弟啊啊！你来的正好，满不满意你的工作啊？你是指哪一个？哪个都一样啊。 全都充分表现出你的才华，你的积极、活泼、年轻、勇敢、仁慈、善良、幽默、聪明、天真，可爱又讨人喜欢，勤奋努力，好学不倦呐。 Daddy， 您是说他，还是说咱们英国查理王子啊？哎呀，不都一样吗？有为者亦若是啊！我今天来是什么都一样啊。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 为了你对本公司所做的一切贡献啊，我要给你一个天大的奖励啊！放你一个月假，送你到泰国去观光。哎哎哎哎 这是个误会。哼，本来嘛，最后铁山打赢了是个事实。
而这个事实使我赔了5万多块钱美金，这也是事实。各大逃责怪过来，我一个人全扛了。我拍着胸脯保证，绝对没有第二次，更是铁的事实。这些事实当然全都是冲着你Debbie了，所以你犯不着，犯不着替铁山强出头嘛。而且你把它交给我，不是有约在先吗？ 我保证让他成名赚大钱，可是你也答应过我啊，这2年之内呢，人由我管呐。再说我们损失的全是，那还是我的人呢。你知不知道，那是我花了多少钱才把他训练出来的，就给铁山他们咔嚓一下就给报销了。这件事情发生后，包伯居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我看到这小子，他八成是暗恋你，要不然呢，他。包伯，你耍完了没有？ 还要把谈下去，当然了，要谈下去了啊。他能代表你说话？能。好，那么我跟他说，请你走开。我好。不能。那你就叫他给我走远一点。下下，不要妨害我办正事啊。 没想到你除了会办事儿，还会办正事。哼，戴比啊，这不是我的错吗？不是我的错，我把铁山交给你，这是我错的第一次。你下注安排他输赢，我没有阻止，这是我错的第二次。铁山打赢了，我没有派人去保护他，害你折腾杀手，这是我犯的第三次错误。人我是交给了你，但是并不包括你在台上用这种下流的手段去伤害他。 更不包括，当你一不如意的时候，你就想尽了办法要除掉我。赚大钱，你给我搞清楚一点，2+差账，你8，他2。不可能的，我吃香的他喝辣的，我没有亏待他呀。要钱花，我这人一下随便拿了，你不相信问问他们啊。哼，随便拿。五分利可是没少问你一个子儿啊。那当然了，亲兄弟嘛，明算账啊！说的是啊，老九就是因为账算不清，所以才挨了你的黑枪，对不对？啊，哼，你只知道放利打黑枪，卖词货搞白粉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，你全都伸了手了。你总不能说是肥了你自己，连手下都不肯放过吧？戴斌，你不要栽赃啊！对不起，我改嫁那边。2个，大哥，呸！戴斌，你给我等着瞧好了。哼！就瞧这个。 说该怎么办吧。
你输的，我让你赚回来。嗯，你的意思是说？不错，安排铁山输一场。哎，可以啊，他正在巅峰状态，二十比一的赌注啊，咱们两个可以一人一半呢。用不着，钱你拿，人我带回清迈，还剩下的两场比赛取消。好啊，一言为定啊。拿酒来啊！又要我输，我七岁练拳，十八岁就是香港冠军。 为什么在泰国叫受人摆布？我苦练，我拼命，我用真本事打，他们却用枪顶着我，决定我的输赢。擂台上我拼命，断了骨头，伤了筋骨，扯裂了肌肉，我没有喊过一声痛。哼，现在好了，连你也叫我听他们安排。 我胡铁山在拳坛上还能打几年，还能在书籍场？我在曼谷称霸，不可一世。谁知道我在当小丑？你并不是小丑，除非你自己把你自己当成了小丑。我是，我逗人家发笑，满足那些赌鬼。 有谁知道我胡铁山的真本事？我知道，是我在小巷子里从赌一次五块八子的比赛里面发掘了你。你只是把我从小巷送进另外一个街头，不过赌注大了一点。3年以前，你并不是现在这个愤世嫉俗的样子。3年，可以让一个人有自知之明。自知之明。 去他妈的自知之名！你也知道，你只不过是从小巷子里面送进了街头而已。赌注下大了，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你在小酒吧里面打，你自己能够决定你自己的输赢吗？根本就不能。那时候钱来决定的，现在你在擂台上打，输赢一样是有钱来决定的。这有什么不同呢？只不过那个时候你只是一个狗屎，现在你有名，问题就多了。你要想想大伙在你身上下的赌注啊！ 你爱惜你自己是不是？你要给我搞清楚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能够让你这样子任意的死性子吗？只剩3场比赛，合约就结束了。到了清迈，我会让你变成拳王的。我不是拳王，可是我有理想，我有抱负，我要为自己打，不受任何人摆布。要打，你去打。 铁山，我告诉你，理想并不是挂在嘴巴上的，为了理想，有的时候要撒谎，有的时候要动刀枪。这里是个丛林，而且是个没有边的丛林。这里没有理想，只有残酷的现实。谁要是赢了，谁就能够活下去。你以为我愿意你输吗？真是笑话！问题是我在曼谷的力量不及包裹，我没有办法呀。我只能够出此下策。你输这一次，赢的是自由，你懂吗？ 没有自由，你根本就生存不下去。你可以不打，有种的话你就给我大大方方的走到街上去，伸长了脖子等着别人来干掉你。不这样也行，你就把脑袋缩起来躲回地下酒吧，最后死在酒精跟梅毒的手里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 Thank you.
大哥，公司放我一个月假来泰国逛逛，我一下飞机就来找你。哎，刚才我在旁边瞄一眼就知道那小子不是你对手哎。不过我用另一眼却瞄见，有位漂亮高贵的小姐一直盯着你看呢，一定是你的全迷。大哥，是不是？啊？ 哎，别拉我，他是我师兄啊！哎，大哥，我是来看你的，你不能说啊！大哥，别走，对不对？走，走，好，别闹，我看。哎，走。大哥，抓时间差，小心左边。那小子腿脚流血了，快扶你呢！对，对准了，开。哎，大哥，你太大意了，刚才连续快攻就可以击倒他。 你为什么突然停下来呢？一直闪躲是不对的。太古拳攻势快狠，你要猛攻，不能让他喘息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不上前，在这里就要动可以了吧？大哥，加油，加油！对对对，他妈的，打死那个小王八蛋！对，好，用脚踢啊，大哥，我就不相信他打得过你。加油，当心头部。 怎么说？说大姐不守信用，人全跑了。我们的弟兄也，全都叛了。很好。那么，你们呢？跟不跟我？我知道。 这是件卖命的事情。这样吧，你们几个要是不愿意跟我的人呢，就向前一步。好吧，不愿意跟我的人，都退后一步。哦。 没有人后退啊，哼，很好。啊，那你们通通都给我听清楚了。明天一大早，我们就要赶到清迈去。我们走的是丛林。什么？我知道你们心里面在想些什么。因为现在所有的道路、机场，还有码头，以及车站，那里全都是包裹的人呢。 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只有走这条绝路了。
当然，我们走这条路也许是苦了一点，但是绝对安全。包伯他还不敢对我动手，这点可以放心。不过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等我把这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之后，我会立刻赶到清迈去接应你们的。可是大姐，那个原子森林是禁区，有猎头族土人。这点你们不用怕，虽然说他们还不开化，可是比起包伯的狠毒，那可是要差得多了。只要不去惹他们，就不会有事情的。可是蛇可没一点同情心啊！再说那里的地形我们又不熟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联络好了我的一个结拜大姐 Helen， 她在那一带很熟，铁山也跟她见过面。去你家，没找到我大哥。糟了，他一定自己去找包伯了。龙战，你跟我来。哦。哎，我没有说要跟他去。猪啊！不愿意跟我的，退后一步。是啦，全退不等于没退，那没退不就是愿意跟他去喽？哎，迟了，这个时候回来找我已经来不及了。巴伯，我愿意替你打。哦，无论是输赢、利润、合约，完全由你做主。嗯，只要你放过 David， 更不能牵连到我三弟。废话，我的面子不能白丢，我的人也不能白死。还是那句话，太迟了。可是你不能否定一点，你的基业有多少是我替你打出来的？啊？可以啊，行啊。好，我让你打个够。只要你能赢得了他，啊！正如你所说的，输赢、利润、合约，完全由你做主。哼，戴比嘛，我们还是朋友。哎，你可不小心点啊，他这大拳头啊露在你的脑袋瓜顶上会疼的。哎呀，别老躲着，打呀，打呀。哎呀，要你打的时候你又客气起来了，以前要你输啊偏又咬着不放穷表现。哎，你是怎么了？打呀，打打呀。喂，哪位啊？我是梁敏天。哎，梁大哥你好啊，好久不见了啊。哼，梁敏天，你臭美，想捡现成的，我会把铁山交给你的。不过，他不太好用了。
把他拖出去。梁敏天的人来了就交给他们，只要没断气，能不能用就不管了。梁敏天的名义啊，打了这通电话，终于把包包给唬住了。要不是我们赶去的快的话，我看铁山早就被包包给废掉了。现在我再说一次，明天一早就去找 Helen， 他会带你们通过丛林。我把这里的事情一处理好，就赶去清迈接应你们。你大哥的头大概被人家打坏了，你下去扶他上来。哦。啊，走了。啊。海伦姐，路线对不对？嗯。你大哥呢？Thank you.
叫你大哥去，快呀！哦，大哥，铁山，我在树上没看见呢。是啊，你老看下面，怎么不抬头往上看呢？铁山，快下来！
这是一个丛林，而且是一个没有边的丛林。谁赢了，谁就有资格生存下去。你用我的名字耍了鲍勃，我们也算扯平了。嗯，梁大哥，你不是一直跟鲍勃处得不好吗？在道上混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。三年多以前，我是跟他不和，可是现在我们关系不比当年了。有的时候。 我还得用得到他呢。说真的，恐怕我还欠他一份情。听大哥这么说，你是准备站在鲍勃那一边了？你太多心了，这怎么会呢？你不肯帮我。哼，你是老江湖，应该明白混的是名，要的是钱。你在曼谷耍了鲍勃出了名，没有钱恐怕很难摆平啊。不错，这个道理我懂了。可是我只是想要留在清迈，所以我才来找大哥的呀。 哎，大哥，大哥没那么好当的，怕是怕有人嘴上叫大哥，可是心里头不服啊。我并不是那种人。那就好，我已经安排好让胡铁山跟鲍勃的人再赛两场，那是你合约上欠他的。他下钱，你下人，我拿40%保护费。什么？原来你已经……不错，鲍勃比你还早到清迈。 15万，你是知道鲍勃的实力的，同时这40%保护费15万也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不能不考虑下厉害啊，犯不上火拼，所以我答应了他。可是胡铁山已经没那么多可是了，在我梁敏天的眼里，你代笔没有办不到的事。记住，代笔，混得好不如混得长，在道上你讲义气，手段强过男人。 可是你没有办法赤手空拳打天下。只要有利用价值，我们都是朋友。哼，等你学聪明了，说不定我也会叫你一声大姐啊。
关系，我会替大哥打完最后这两场。戴全套。二哥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不过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问。到了这里应该做什么，相信你很清楚。好好替铁山打完这两场。怎么分胜负？谁先被打出这道光圈，就得认输。是对的，我的方式只有用生死才能分胜负。七天后的最后一场比武，你死定我虎盆强过他，他出拳的速度比我快0.3秒，比你快0.41秒。这就是快0.01秒的差别。攻击高潮层次，暖身备战期，试探攻击期，攻击高峰期，攻击衰变期。暖身备战期时间45秒，攻击意愿及防御姿态，前后跳跃，左右摇摆，肌肉伸张，马步变换，
老婆已心跳平稳。我可以在他暖身备战期击倒他。他只有碰上真正敌人，才有攻击层次，因为他从来不轻敌。而你是个高手，如果你一开始就攻击，虽然他没有能够达到攻击高峰，可是他的瞬间爆发力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承受住。虽然你不信，但是你没有选择，因为他算不出。试探攻击期，时间34秒，最大攻击破解，最大直拳距离1.5米，最大勾拳距离1.3米，最大前踢距离1.7米，最大侧踢距离2.25米，最大旋踢距离1.6米，最大跳跃旋踢距离1.8米。应变方式：争取时间差，算准距离差，充分发挥四肢及躯体，瞬间快速小弧度的扭转移位，避开最大的攻击，以保留最佳的体力。脑波心跳渐渐亢奋，可能造成的伤害，看看你的教练。攻击高峰期，时间连续接战时间96秒，攻击意愿，攻击攻击再攻击，防御姿态自然。战况突破之剖析，时差对抗有5%的机会可以躲，扭力对抗，错位借力，马步变化应接，遇到他的攻击高峰期，要在拳脚劲儿没有全发的时候迎上去，配合错位借力，马步变化，可以减去30%左右的力道。记住，不要心存侥幸闪躲，脑波心跳亢奋至顶点，这样连续被击中96秒，胡风会散掉的。这就是电脑分析龙战的关键处。先让你看看他的个性：乐观、进取、助人、上意、机警、活泼、不拘小节。再看看我的个性：深沉、阴狠、孤僻、墨守成规、狼子野心、不择手段。所以，身为一个功夫高手，在个性上的偏差，就会造成对武学的探讨上无法达到相同的境界。我早就知道我赢不了他，但是我抓住他不忍对我下狠手，才能让我有机会用电脑分析出他整个攻击层次，更能找出他身体机能上的弱点，这就成了他的致命伤，那就是肌肉衰退期，连续接战时间96秒，间歇期17秒，速度、时间、扭力、爆炸力、距离皆减弱3.47%。所以我要你在高峰期第一次连续接战96秒后，在仅有的17秒衰退期间开始攻击，前面千万要记住，别出手。至于17秒后还有几个高峰期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第四期攻击衰变期资料不足。你我也分析过，同样有攻击高峰期，跟他形态相同，但是爆发力和持续力比他差，所以在整个攻击周期要调整的跟他一样，抓住那17秒衰变期，胜利就属于你的。当你决斗时，我配合电脑操作，等到衰变的时期，我就会用钟声来通知你，牢记住钟声。最后再让你看看胜败分析。龙战的获胜率零，你的获胜率99.857%。哈哈哈嗯，啊！哎，干什么？哼，这个脑没有告诉我龙战的高级动作。他跟我同出一门，我教你。虎喷是猪喷，不是我说的，是电脑说的。
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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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